孩子好，我是玲玲。今天我们要去台中，然后跟外婆一起去吃饭。等等我啊！小姐有什么？你看到这里有小金鱼，哇哇哇哇！橘色的，那里、哦、那里，我要走过去再看到下。有鱼香。大家都不喜欢爸爸。哪有大家都不喜欢爸爸？对啊，它游得太边边了，对不对？我是说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玲玲。我们现在在台中的秋鸥，那这里有很多小鱼。鱼？拍不到鱼啊，它太远了。然后我们就要去吃饭。那我们就走一圈吗？好啊。Go。落雨松啊，哎，结果了呢，是不是？又是哪一个了呀？慢慢慢慢。哇！妹妹可以，妹妹你敢走吗？对啊，问妈妈。想做什么？住这边秋红谷第一排，明天看这个秋红谷。这也是山樱花呀，妈妈左边这一间啊，妈妈禁止进入，这边不能进去哎。第一个是资讯中心，车钥匙给你，我去绕一圈。杨姐妹投降了，太热了，所以只好我自己来走一圈看看了，是蛮无聊，不过蛮漂亮。不能用的资讯中心封闭。禁止进入中。基本上呢，这个景点可能只会来这一次吧，所以就把它绕完吧，下次应该不会来。所以绕彻底一点。我觉得这还蛮漂亮的，只是，就是住这边无聊，真的可以来这边走走，还不错。听说晚上还蛮漂亮的，因为现在是套中岛11点，所以特别的热。特别的，天气还蛮漂亮的。听说这以前是个荒废的地，后来是那个胡志强把它跟那个地主商量以后，反正就荒废嘛，我就帮你把它弄成一个蓄水池。这是听说是泄洪池吧？不能装多少水，你想，反正就有一个池子，然后弄得景观这样。柳，这是柳树吧？右边上去有厕所，这边绕过去应该可以到我那停车场。不过这块地还蛮不错的啊，弄得蛮漂亮。这边可以再拍一张，因为晚上应该会很热闹吧？就是还蛮舒服的地方。
还差点跌倒。但不晓得回到车上没有，但是说要绕一大圈树荫底下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